猪贝贝，你的坏让我好喜欢。点歌点歌，用电锅煮比较快，跟我一起煮白饭，跟我。是的，让我们把白饭煮得更好吃吧。有人说烫到要冲脱泡盖松，吃面要吹寒吸舔沟，而煮饭的口诀就是凉洗泡快播。今天用的是产自花莲的台湾米，我们要多多支持自己哦 ，so sweet。然后第一个口诀就是量，不要用量杯，用秤量。300，拜托，一定要刚好300，再进行下个步骤。吸，那就来吸了。吸，吸，吸吸，吸，很棒。拿去冰箱泡。泡了50分钟后，吸饱水的白米会变得更白，而且比较 Q 弹。不信你听。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白米好吃配方，没错，料理米酒。记得15:1的比例，不是24个，然后再加上300ml的水，这样子刚好到刻度2。很快，注意看，这个男人太快了。我是说煮白米的部分。早泄不是早吹。早吹，你知道吗？早吹啊，早吹啊，早。耶耶！呜呼！哇！是的，煮完了把饭拨一拨，再焖个15分钟即可。哇！哇！哇哦，扑鼻而来了酒香，但是没有酒味，看起来就非常可口。我们今天的这一道认真煮白饭就可以来试吃，非常漂亮不出日本卤了。